咁樣啊，呢個州嘅咧，嗰四個州係民聯執政咗啊，上我更加簡單。这个槟榔、嗯、四个是他拿了，国阵会拿回，朝廷是两个国阵会拿回，吉达都有希望。咁样其他呢，槟榔嘅吉灵丹就冇，槟榔嘅好少啲，槟榔冇咁快。是能我同埋吉他，各陣會攞翻。邊呢又冇咁快。啊，冇咁快。吉蘭丹又冇希望，冇爭比較少啲啦。啊，吉蘭丹誒爭少啲啦。啲好多話愛改啊 ，change， 你改咩？是不是反對黨有個計劃給你說改了會好，怎樣好法？那麼 你對Najib的期望是什麼呢？Najib做得很好，在他執政之下，我們發展馬來西亞發展了好好，你轉型啦，啊，係轉型啦，你嘅政策啊，轉型啦，政策，啊，所以發展好快，係經濟又上整，嗯，經濟又比較，經濟又好，國入邊呢啲 security 又好 ，peace 又好。一定要選那個黨可以為我們服務的，不要說用儀器來投票，所以不要說 I change， 不知道你 change 什麼。我知道你愛 change 嘅，有個政策俾我哋啊考慮，咁樣個政策好嘅，我哋先 change。你冇政策，冇 program 俾我哋，你就話愛 change 咩嘢？做呢屆我哋可以睇佢做到十分好，邊一方面都做到好。我應該我哋俾要再俾個機會俾再為我哋服務，最緊要唔好嘥你一張票。你選一個黨冇可能執政嘅，咁就嘥咗張票。俾一張票俾納吉，可以我哋可以睇到我哋國家會繁榮。